我中班就来一篇了，我快毕业了。但是我要谢谢爸爸妈妈，让我来一篇了，让我在学校可以越来越好。改变是为了自己改变，不是为了别人而改变，做好现在的自己就好了。朋友有时候会在我背后说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，就是不好的话，就是有些男生他就说什么碰到我就要去消毒了，他说我是病毒。我觉得我要什么别人就应该给我什么， 我要说什么别人就应该要照我的做的那种人。以前就是看到人就骂，然后现在是会想想看为什么别人会让自己那么生气，是不是因为自己也有对别人做出一些让别人生气的事情。以前我有时候会对男生女生有偏见，那现在呢，我就是男生女生都玩得起来啊，你不会觉得因为你是男生就该干嘛干嘛，因为你是女生就该干嘛干嘛。因为来迪菲尔可以跟其他小朋友玩得很好啊，有时候可以帮你忘掉那些就是不快乐的回忆。老师不是让你忘掉这些不快乐，就是会教你解决这些对你来讲不快乐的事情，改变过以前这些不好的一些个性，然后呢，现在我把自己变得更好，所以就会更喜欢自己，然后我的朋友就变多了。我喜欢迪菲尔。